摸鱼时间到，花草来一把，来来，你今天见了我暗恋的男神，我们见过那么多次面，他居然说不认识我，你们说是不是跟失恋很像？教你个办法，你看过偶像剧吗？嗯，男主一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这种无语，一枪还爆不了你的头。那就按照你的反面来，说白了就是要温柔。我今天要用小白花阵术拿下他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你是在练瑜伽吗？自从知道他有暗恋对象之后，你明显不爽了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会喜欢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生吗？人呢？哎呦，校草达人上线了。你暗恋那个人知道你在游戏里这么虎吗？听你的药妆女人味，结果他连反应都没有。你竟然想麻花去跟暗恋对象聊天，不是你咋想的？你连小麻花本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陷进去了？不是你真去告白了？你们去东宁大学滨江校区找一个叫顾寻的人给我砍死他！顾寻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千灵，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的机会告诉你，以前的校草喜欢你，现在的顾寻也喜欢你，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。